顾医生的味道。笑笑，你怎么了？林之笑，你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不要让你看。你听话，你让我看一眼。怎么过敏了？你是不是对花生过敏？我在粥里面放了花生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对花生过敏。我觉得一定特别难看。没有，你让我看一下症状，相信我。你在我眼里怎么样都很可爱。怎么了？是哪儿疼吗？啊？我就是不好看吧，我现在就是很丑。林之笑，你听我说，怎么都很美。我去给你买点药，休息一下。